shit. Hello， 我是江江。今天呢，来教大家怎么让小茶呢，按照你的指示，做出这个坐下、握手跟起球的动作。那首先呢，你要先下载这个 APP， 这个 APP 叫做 iFruit。那在我的这个上面这个灰灰这个图案呢、啊，那目前呢只有安卓可以下载 ，iOS 呢必须要美国账号才可以啊。那安卓的话呢，用模拟器也可以装哦。那我们就先开始，等它出现的画面啊，就像这样一个苹果 ，OK。然后你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呢，选择中间上面那个 Chop the Dog， 就是小茶狗狗。然后当然呢，左边那个左上角那个 LS Custom 呢，就是你可以客制化你的车辆、车牌还有一些东西，它可以联动你的。哦，对了，就是你登录到这个 APP 的时候，你要输入你的账号 ，Rockstar 的账号，你才可以联动。OK， 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可以控制 Michael、富兰克林还有 Trevor 的三台车子的性能去做改装，然后你可以改装一些东西啊，比方说喷漆，然后什么颜色，你们都可以。都可以克制，然后排气管也可以克制，然后喇叭也可以克制，车牌，然后车库还有一些东西可以用。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Chop the Dog， 点开之后呢，刚才忘记打开音乐。音乐有点大声。OK， 打开之后呢，它就变成全萤幕的。然后我们一开始看到画面是长这样子的。我先把这个地上的便便先弄掉。它其实有点像是宠物养成的游戏。先把这个垃圾丢掉。小茶便便很多、哦。OK， 有看到那个左上角有个开心度吗？你只要喂它吃东西，它就会开心。然后右上角有个 CR 的那个是钱，每天都有钱进来。那我们先看一下，这个先把这个手关掉。然后右边有五个选项，第一个是食物，再来是喝水，然后遛狗，然后礼物的话是它的项圈。然后最下面那个呢，就是我们重要的那三个动作。对，那三个动作呢，一开始的时候需要用钱购买，就是上面这个 CR 去购买它。等到它真的变成咖啡色的时候，代表已经购买到了。对，那首要呢，要先把它喂饱，先喂它吃东西。那现在652块呢，可以先喂它吃个这个东西。因为他现在不开心，他不开心的话，他就不会去做那些动作。所以他东西吃很多呢，他便便就变很多。来，继续喂他吃。他很快吃饱了、啊。OK 啊，他开心度满了。我们就可以去回到单机去把小茶叫出来，然后去做那些动作。他如果不开心的话呢，他就不会听你的做。那然后我们现在右边有个在闪，这个是你可以有三个小游戏可以玩。然后这三个小游戏呢，它其实就是我看一下哦、喔，这个是在沙滩上面玩，然后控制这个狗狗，然后去咬这个女生的屁屁。先把这个屁屁，我踩到人了，被扁了。OK， 他如果小游戏如果失败的话，他会被扁，被扁的话开心度就会减少。然后如果这三个都拿到金牌的话，
你就可以在这边买到金的这个项圈，就会解锁了。然后我现在是买这个紫，这个粉红色的，粉红色的项圈。现在有点不太开心，不过还 OK 啦。来，捡球，要这样看我啊，去捡球啊，捡球。干嘛？你累了吗？你是刚才被人家打到哟。哎、欸，回来啊！去哪里啊？回来啊！又回来。哎、欸，我摇一摇，便便会跑出来、欸。哎，为什么这样？不是丢进去了吗？它会掉出来啊！天哪、啊，好恶啊！可以丢吗？行，我只能丢便便。小渣，我先把你喂饱饱，快把它吃掉，快点，快点啊！你想要，你还要玩球哦？先吃掉它吧。他吃太多了，吃太多，然后哦，不是，是我觉得是东西太油腻还是什么的，他导致他那个食欲不是很好，所以你现在看到这个开心度是下降的。对，这个 APP 呢，就是介绍到这边啦、啊。那喜欢我的影片，别忘了帮我按个赞，对，然后分享出去。小茶呢，就是需要靠这个 APP 才可以获得这三个技能，而这三个技能呢，就可以。为你的单机带来一些乐趣啊！那我们先到这边哦，下次再见。